網上關於手機嘅傳聞真係層出不窮，千奇百怪。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亦都有人話用左耳傾手機好過右耳。不過經過我哋查證之後，都發覺純粹謬誤啊。最近亦都有傳聞話用某啲牌子嘅手機可以當雷達，當揸緊車嘅時候有快訊機喺附近，部機會響咁話喎。亦都有傳聞話，當你部手機充緊電嘅時候，如果你一接電話，就有機會俾電電親。總之千奇百怪，乜都做得出啦。世界上仲有好多嘢你闻所未闻嘅，好似十四楼样嘅海鲜，你听过未啊？我净听过十五楼样嘅牛牛啫。我身后咧就系一座工业大厦，唔好以为我带大家去工厂，其实咧内有乾坤嘅。听讲呢度嘅十四楼养咗啲贵价海鲜，十五楼嘅牛牛大家就听得多啦，十四楼嘅鱼鱼大家又听过未咧？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，唔知系咪真嘅呢？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丹丹，欢迎你。查实呢度系一间澳洲公司嘅海水鱼养殖场，占地成3000尺，专门养老鼠斑同埋东星斑，为食肆提供货源。唔知系咪因为养嘅都系贵价海鲜呢，所以养鱼嘅人咧都特别斯文嘅。话时话啦，平时好少见喺咁高又室内嘅地方养鱼，究竟点解呢？因為咧，即係而家今日咧，大自然捉魚咧，好多時候會影響個生態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嗰啲魚咧，好多時候有雪卡毒啊，有一啲嘅金屬或者有好多唔同嘅 pollutants。我哋咧想用一個室內嘅環境，能夠控制嗰個生態啦，以至到啲魚咧能夠係食一啲好嘅嘢，可以保持佢嘅健康，咁嗰個質量咧就會最好啦。呢度一共有两个直径3米、深1米嘅大鱼缸，每个鱼缸各自养咗1吨鱼。喺我手上嘅咧就系老鼠斑嘅鱼苗啊，佢身长大概6公分左右啦。佢哋咧要养到8至10个月，先会去到1斤重左右，好似佢哋咁大，先可以攞得出去卖噶。而佢哋食嗰啲咧，全部都系呢啲纯天然嘅鱼粮，好健康嘅。至於魚缸的海水在哪裡來的呢？原來是由魚類統營處提供海水，不過一次就可以了。因為負責人說這裡設有海水再循環水產系統，會將海水裡面魚的糞便和雜質過濾，那些海水就可以循環再用了。而這個水質機就用來監測水的成分、溫度，減低水質出現問題的機會。雖然有全副裝備，但是深海的魚平時住在深海的嘛，現在換成一些大水缸，會不會不習慣呢？這個都不會的，因為我們就控制著這個它的深海裡面的生態環境，無論是光線、那個、的水溫和以至到水流，它吃的魚糧我們都控制得到，所以它會更加在一個穩定的環境裡面成長得好。其實呢，不理怎樣養都好啦，講到尾最重要就是條斑好味，你要等我試一下。老闆，我就要這條啦。Vince 啊，從營養學的角度來看，吃深海魚有什麼好處呢？深海魚其實很有營養的，有沒有聽過說愛斯基摩人患上心臟病的機會率低一點？其實他們平時吃很多三文魚的，三文魚含有大量的 Omega 3， 有研究報告指出 Omega 3可以幫助我們降低膽固醇和血脂，對我們心臟健康不錯的。不過呢，食物都要適可而止，不要過量嘛。聽說除了吃之外，最近有些東西行都不應該太多的。